某种程度哈，真的是见不得人好。为什么哈？来，你再看一下《联合报》这两天做整理，其实我们觉得整理很多，而且在场各位手中应该都有这个资料哈。军公教人员跟劳工福利哈比较表哈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。啊，这些退休金哈，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兼领一次退与月退，这个劳工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嘛哈。没有。好，月退俸随政府调薪。这个比较公务人员调薪，这劳工有无？对呀，可能被你查一下，新人好调薪，新人被请好你啦。18%、13%优存嘛，哈。对。这个退休的军工叫人员18%嘛，哈。啊，这个是四大公股退休人员13%嘛，哈。对。额度限500万元，2008之后新进员工皆无此优惠，哈。啊，这劳工朋友有无？有，没有没有。18%。没有没有，就三趴无嘛，哈，今嘛无嘛，哈。加八百，哈。后来三节慰问金嘛，哈。从当年标准发放，退役将领可以领约10,000元的总统发放春节慰问金，这六杠比有无？没有，马博嘛哈。年终慰问金一本俸乘以1.5，六杠根本就后康。没有了，这马博嘛哈。子女教育补助金，哦，三个囡仔为小学读个大学吼。对，哎，在到政府也在到期啊！这六工朋友跟我在，没有，要失业劳工才有，要失业劳工，失业劳工才有，才一个才3000还是5000块，但是呢，那个军工教的是一个人35000，还有分公立跟私立学校，那个、私立35000，公立16800啦，对，16800嘛，别卖，私立有3000、35000，35000，嘿，但是恁若劳工的囡仔，咱即马差不多啦，讲恁爸爸做工的，你要读私立的吼，还是要读公立的吼，大部分拢爱学贷啦。你若无学贷，你无可能。我一学期几个月已经5万、10万，这个不含住宿费、生活费哦、喔。对啊，对啊。不含中南部上来哦、喔，罗冈平也无嘛，来继续看。水电费优惠，退休军舰按这个。哦、那個、只有军人有。哈、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军人有啊，这个公务劳工有无？哎，没有没有，他一般公务人员也没有。拢无嘛哈，健保费补助呢，荣民享有全额补助，眷属享有保费70%补助，好，公教人员无哦、喔。有吧，有资深公教人员有，资深公教人员是政府全额负担，军舰的部分一年要100亿，那个现职的大概70亿，退休的大概100亿。哦 ，OK， 好，死亡抚慰金，啊，这公务人员有无？马龙博嘛，吼，有，无劳工人员，劳工朋友嘞，公务人员有些是因公，有些怎么样？那个对，公务人员有吗？我说劳工有吗？有，劳工有，劳工他是要劳职灾才有，就是死亡的，大概一类走完山那个，然后那个公务人员他有5个，一个是5个月的，他公保，另外一个辅恤的，带3个月，总共加起来8个月。